封号老吓人了，哥们儿！会封30天，非法组队会封30天，以前就被封过，但是上分那个时候，所以来找我也不好意思不杀。 然后他还往我身边蹭，你知道吗？他还往我身边蹭，我啥也不是，不啥也不是，然后我就没杀，然后我把敌人杀了，敌人举报我，我就封号了。那咋办嘛？答案号我知道是他，我就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希望你拦动封我号的时候，你也能这么去我跟我维权。你说，为什么要组队损害别人的这个游戏体验呀？你们两个倒是爽了，其他人呢？然后你回复，他给我打暗号了，这能解封吗？这不能。 这能吗？这不能。 感谢白发3000大的山掌办卡，谢谢。那假如你是这个男动官方人员，你说，放心组队吧，兄弟，不会封你的，我就去啊。但你可是你不是啊，属于恶意的影响别人体验，因为你们俩组队，那敌方呢就不能组队，对吧？这就是一种不公平。当然，其实我也挺想组队的，但是不行，他有规则，不能违反规则，违反规则就有惩罚，谁来承担这份惩罚，我就组队。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就很无聊啦。理解，要理解，知道吧？必须拿个空投啊！改雨清的办法。 肾虚呀，肾虚呀，肾虚呀！看这个圈，这个圈挺有意思的。我这尿尿感觉手感上来了，握得住鼠标了。
我操，这都能打我一下，我这个人有点问题。但是啊，下次一定。这圈我估计是这边的圈，监狱圈，看一下吧。我操，这么老远射我一下，不能理解，还得打我，会这样吗？可能吗？这合理吗？这不合理。这圈还真不好说，真正的阴阳圈，阴阳怪圈。我们一会儿上只能跟这上。开车有点危险，不开车更危险。过去一辆车，我也得开车，还是我开？他没人扫他呀，挺安全的呀，对面。我就怕我过去这边又缩回来怎么办？还一会儿再走吧。人家这桥根本就没人敢堵，随便过的感觉。一会儿的话，应该也随便过。这个比例应该是这边下边多一点，但是这个模式啊，其实它不是跟看这个哪边多哪边少的。这一块的是河里面可以啊，呵呵，以前还真有桥上桥下圈，都已经800年没见过了。这不少车，有的时候跟锁，有的时候跟锁一样，有的时候跟马一样，哈哈，离谱，就离谱。来了，兄弟们，看驾校怎么说。呜 这个雷，我的发，直接炸他脸上了，这个雷，你敢信？哇，这雷扔的也太准了，扔到他脸上了。这俩人头简单实在是舒服的呀。我的红点 AK 真的是永远地神呢。这红点 AK 感觉跟治疗一样，咱也不知道为啥。
哎，圈说回来了，还是城区圈，赶紧找个好位置，兄弟们，很好。就这个房子吧，这房子可以的，这房子非常适合我们收，很好。哎呦，这圈就太爽啦！哎呀，我们正好这圈就行，可以说是我们的完美圈了，不能再完美了。一会儿就守一楼，知道吧？不要在楼上，在楼上的话，楼下摸人的话就失手了，一定要在楼下。这个房子可以上房顶，其实。鸡这把肯定吃了，好吧？这把不吃鸡，再过各位医生，爸爸，好吧？九杀了，还有23名敌人，吃鸡的话起码是15杀往上走，15杀打底啊，而且把绝对是吃鸡了，绝对吃鸡，知道吧？绝对吃鸡，都没你的甜。这集看过我的儿，呼呼呼，这个圈儿。这确实教堂上也不错，操三级套，唉，可惜，没事，下个圈我估计，下个空投我应该到那。西悬挂。这瞧着还有人，就是我们不能蹲起来。下一波对面刚才过去的人都要回，哈哈，太可怜了。刚才过去好几辆车呢，我没跟过去，你知道吧？现在他们可惨喽。都是人，天命圈，天命之子，还有13名敌人，差不多了。啊？我楼下有个人被打死了。
橙子这届半夜秀出来好多年了，真节省，嘿嘿，祖传的知道吧？哎呦，教堂不说走了，我又是通信员，哎呀，不错。感觉这河里边会有人呢。这边我操有人，看到没？看到没？河边看到没？这俩娃还挺能爬的，隔壁俩。不太好进攻，还是防守在这儿好一点。哎，我还想去，很好很好，我这边有个围墙的。自己了，过来投奔我了。不要呼吸，不要眨眼，去黑圈了。只有5名敌人了。出来被毒死，兄弟！4名敌人。他那个地方有个坡坡，楼顶有一个，这是什么圈儿啊？难打。没那么好打，对吧？有点难。别呼吸了。他们俩队先打下来就行了。这房子要跑下来的，他们俩队先打。只要我，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都，他们二打二，知道吧？二打二打一这样子。我一个人的话目标小，他们是绝对会看到彼此的。你看，你骑的符，我那两个就在这坡下呢。
啥都打，这他妈都在打。我操，盲射，盲喷，他妈的，凭感觉。直接拿下16杀世界单99牌，圈一圈二打二打一，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丝毫不慌，以后就叫燕王好吧，燕王燕中恶鬼，就叫我燕王吧。我们是冠军，可以呼吸了，兄弟们，战歌起，小事一惊，太刺激了，我操！关注发弹幕给兄弟们送10个奖品啊，只要发弹幕就可以免费抽奖了，感谢观看啊兄弟们，每个人都可以抽奖，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啊，放大脚步啊，同款画质滤镜脚步放大加屏幕下微信可以帮你调试，现在就可以帮你调试，可以增加20左右的帧数，低配高配笔记本都可以调，个人认为只要是电脑都需要调一下，可以咨询一下屏幕下微信啊。盲喷给你们看回放啊，给你们看我怎么盲喷的，16杀世界，这边太牛逼了，我跟你讲，这边烟中恶鬼太屌了，这波真的特别难，破下两个，脸上两个，我找到了唯一活的。然后这波卡这个窗边非常牛逼，找我你知道吧？找不着我，因为我不动。然后我那个烟必须得补，我不补烟其实也可以的，但我一补烟他就会打我，你知道吧？你看我这个烟必须得补，因为烟你看基本全要散了。给你们看看啊，盲喷的，一点视野都没有，我就把他俩喷死了，也不知道为啥，就也是轻声辨位有一点吧。有一点精神变位吧，满血直接喷死，哦，准呀吗啡，然后之后丝毫不慌，一v二，这波也是有点秀的，因为你需要走位你知道吧，还有是喷子
只有喷子这波才能活，因为喷子的话可以走喷，一边拉位一边喷，也是非常刺激的。那这边没有烟了，只能就硬着头皮。哦，对，封了一个烟，封了一个侧身烟，然后压上去的是吧？你看这波烟中恶鬼，你看我螺旋走位，然后这个人，就这个时候我也很危险。哎，你看我的小身法，直接刺激，太帅了吧！太帅了，橙子哥哥。开挂能有这么厉害吗？这是个身法呀，哥们儿，身法。S 哥哥的都是挂，那必须的，绝对有问题。是的。我都想着那个人，他都应该倒了的。我先倒的，你一定扛不哇，住的。哎呀，你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倒是一去下，年。让我先，我要上个厕所，兄弟。先吧。老妹儿，等我啊，我去卫生间。这么快吗？跳这儿，啊？那当然了，我讲慢的那是有问题，一定要快。有什么问题呀？就有点毛病呗。我旁边有人。没事。来跳这个大枪啊！这个大枪可以上房顶。过来，妹妹，宝儿。过来吧，来了！等一下，好了，咋了？有人呀？不是，我刚拿错枪了。去哪里？楼上收东西，收装备。二刚刚一这甲，边不是很多二一甲。人吗？我有三级甲，嘿嘿。我有三级甲，给你穿。不要！哎呦，妹妹，太好了，还带着你的体香呢。你知道吗？你有三级包，你就全拿了吧，就完事儿了，就全你捡，你帮我背装备就完了。
对，给你个炮，给你个炮。先不要，先不着急，先不着急，我先拿冲锋枪。落地的话，射完射得快。来来来，跟着我屁股后面，要不一会被卡了。进来进来进来！我操！后面后面！啊，别出去，别出去，外面还有一个。你跑的还真快呢，这都能让你跑回来。好，全死！我这老妹儿就跟着补人就完事了，是吧？哇，别人别那么那啥嘛，万一打倒怎么办？我怕他死不掉。好多包呢，来，我给你搞一点东西。哇，这个你给我这么多水，你干嘛呀？女孩子得补水吗？女孩子水灵灵的好看。嗯这不，哎、水汪汪。DBS 好用，这把我就不打狙了。打狙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了。好的，你要喷他吗？对，我喷的巨猛。你杀了几？杀了几个？四个人，过来上房，来上房。哇，这个太像。看着啊，看着啊，看我啊，跳，嗯、哎，然后下来，你也下来了、哎，嗯，我也下来了，我也没上，我们走哪里去？来我这里，来我这里，留在我屁屁后面。你在哪儿？我迷路了啊！迷路，过来呀！过来过来。嗯。拿枪拿枪。我在隔壁，在隔壁呢、啊。嗯。好像哎，别上别上别上，窗口，哇哦！进房间不要乱跑啊！嗯，跟着哥哥。我又来了。哎哎！你别老唬人了，老妹儿。先不用着急补。OK， 全死！全死吗？全死！全我干掉了！全你干掉了！你一个人干的，我都没有杀人。不、哦，人基本都是你补的，好吧？都是你杀的，我只是把他干趴。嗯，那不行。上面还有人，走，继续干！走。好，在山上呢，双人试牌、屠杀秀。屠杀秀。在山上呢。来了来了。学我学我。
别别别别别别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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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
哎，还是给他宰了吧。想舔他。我说这个，哎，右边射，你看，嗯，得亏没打完，然后那顶上还有一个，那顶上，一边顶上，治雷了这个人，嗯，就是他们队了，对对，他们一共两队，然后有一队治雷了，然后就剩那两个人了，咱们不跟他打了，这样下去没结果，咱直接撤退。丢丢丢！快跑快跑！你杀了几个啊？七个人呀。七个人了都，走吧走吧，真猛！真猛，真好听，真喜欢妹妹夸我。嗯，你想让我怎么夸呀？哎，你已经夸完了耶。我怎么感觉你的声音有点不对？有点什么？有点不对劲呢。怎么不对呢？我也感嗯，觉你的声你可音以有点怪，知道吧？啊一下，啥？什么玩意？什么玩意？就是啊一下，啊一下啊，然后呢？有点感情的那种啊那种。啊啊，这种是吧？我想给你一梭子。不是你这个教学的就是这样啊！我这个模仿能力可以，但是你要是我要我自己研发，我肯定不会呀。我就这啊！么没感情吗？你来个有感情的。来挺有感情的。对，你来。哎，是谁？就是，不嗯。是就人家抖音上那种那个男的，我刷到那个视频，就有气很泡有音是感吧？情呀，气泡音，的那种，等会儿我看见有声音，啊。你别跑啊，你别跑啊，你跑脚步都比你声音大。来，你现在来，我听听。哇，这个你一定是听了很多吧？我这个专业的知道吧？专业，都跟你说了。走走走走走，不行，我感别觉再我的模那仿个了，再模仿就杀不到人了，就枪就没劲了。枪就没劲儿，拿不动了吗？这个你学的好好呀！咱就在这儿，应该能来个决赛圈了。就
蓝跟紫先选嘛。诶，你是不是拿了把喷子呀？对呀、啊、DBS 啊。这里好多子弹，子弹够吗？够，喷子弹肯定够呀，他那个都是都一喷就几发而已。嗯，在干嘛呢？在干嘛？干嘛？蹲在那里干嘛呢？干嘛呢？哎，我们没有三级套呀，是吧？嗯，这不来了吗？在275。我这把，但是我，哎呀，我，不行，还是得看一下，老妹儿。走吧。我忍不住。开不了，我们就。必须把它给拿了。给你掩护。嗯。我在你后面，你怕不怕？能帮我挡，一会儿有人打的话，你切座位，知道吧？让哥哥扛下。嗯，好。嗯，要不要分给你？我操！哥哥快找我，哥哥！有埋伏，我的妈！没事，死里逃生，老婆。你这不也跟我刚才一样一身血、嗯、你还敢上车，真有你的，我要是我就跟后边打包了、嗯、其实我都想、哎、有人哥哥我的妈、啊、有人啊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家吗？嗯，我们的家被人偷了，人家被人偷了，你们还把我打了。我们没有家了，哥哥。别说话，看我操作。几个人呀、啊？怎么看的是三个呀？两个？嗯，应该是三个人。有一个人不见了，看这要是两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救你了。我看的是三个，我就没办法了。是三个。嗯，前面人呢？我操，两个，两个。嗯。哎，我怎么看到三个人呢？哇，你知道吗？这波你倒了之后，其实我能秒一个，然后去，然后不让他打的。但是我看的是三个呀。我操。嗯。互相混血了。
哦，对，好像就是，哇，这个人过来接了你的一发子弹，他摆到我了。跳起来。可惜，没事，只要哥哥还活着就行。就看我带你就，跑机吧。就躺着就不动了。不用动，还能学到技术，眼睛会了，手不会。我看着人啊，老妹儿。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看不我到呀其他人。是那可不的，行。为啥不行？有我就看不到敌人了呀，那咱俩不就吃不到鸡了吗？你吃不到，这个不还有你吗？我会做鸡翅的，可以的。我会做可乐鸡翅，超级好吃。我以为你要说你会做鸡鸡翅不就是鸡吗？可是男生不都是那个吗？我的可乐干鸡嘛翅呢？贼好吃，干是，8碗饭。可以，你会做那饭有吗？机会我你要会做吃。饭吗？我会啊，最拿手的啥都菜是会。什么玩意儿？最拿手的菜，番茄炒蛋。嘿嘿嘿，那个是最简单的，炒可鸡以。蛋。这老妹儿照片屏幕下边微信啊，最新的。你们想点她的话，也可以来找一我，般能但是吃我还没有鸡，告诉她我是个主编呢。应该可以吧？我想，主要是我想把这个老妹儿失常了，你知道吧？经常找她玩。那个，你嗑这么多药干嘛呀？多呀，我有我可以一直打到900圈，你量必须打满。你是不是舔了我的？还没有，这是敌人的，你再别着急。哎，我说，我帮你啃多了，看到没？看着了，过不来了，当邻居吧。
看我屌吧，妹妹。好屌啊，哥哥！我都不敢说话。必须猛。太屌了吧！这真的萌啊！太爱了。无法自拔，都杀十五个啦！太猛了，受不了了。没事，他们受不了。真猛！这三个人躲在房子里面，看见没？害怕，他们三个守着，怕你，你怕你一个人，这个人偷袭你。看到鸡的希望了，还有两个，我看到他了，你咋还没睡醒啊？你还没睡醒呢，怎么还感觉有点困困的？要去补个觉。我睡醒了。我醒了。现在被踢吧，我，快点结束这场战斗。该不会吧？也不能。眼中恶鬼。我好像看到他了。没有扶他队友，哇！谢谢大侠带人陪帅十八杀，兄弟们，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冠军！这一波老妹儿直接为我疯狂，全体起立！平底锅双人四排竞技模式十八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小六左右波发弹幕给兄弟们送奖品。我们是啥？冠军带老妹儿。1700。杀了18名敌人。关注发弹幕送10个奖品啊，兄弟们，中奖的加屏幕下方微信领取。I'm sorry.
走啊，兄弟们，直接跳啊，自闭城啊，干就完了。斗鱼主播不能带货吗？你买吗？明天卖鼠标垫啊。直播打号可以的，直播打号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啊。不会以为还能白到我吧？一喷在手，天下我有，没毛病。直接大家试杀。兄弟呢？我兄弟呢？让蒙边。哎。哎。我跳过来了，哎，我又跳回去了，哎，我跳过来了，好啊，那这来回跳，哎，我跳过来了，他那空手在那来回跳呢，哎，跳过来了，我又跳过来了，不去打吗？我又跳过来了，打我呀，笨蛋，哎，他又在那来，我他妈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呀？你不知道你在呀？你，啊！你给我打！你不会以为我真是傻？三号看我屌吗？三号，这三号没退，怎么不说话呀？看不看？
三号关在举报我呢。走了，兄弟们。小图要想吃鸡就赶紧猥琐，找个房子待着。一直跑绝对会死。怎么还尾随的？直接一个小白。歪头喷就是腰射按住，然后加 E 就完了。小图的话，大家问问题吧，好吧，有什么问题大家公屏上主播一一解答，并且观众发弹幕给兄弟们送奖品啊，这直接给大家送十个奖品，只要你发弹幕就可以了。这个很棒。喷子最牛，喷子其实最重要的是身法，身法是最重要的。
这就完成一传四，牛不牛逼？帅不帅气？顺喷呐！这边是一打四的，这边是一打四的，他们有四个人吗？八杀变十二，人都在我附近呢，赶紧找个地儿趴起来。狗杂？怎么可能有狗杂啊？他们没有这个啊，那个是消音的 UMP45， 那是把冲锋枪，那不是狗杂，那是消音的 UMP45， 不是狗杂，狗杂就他那个，他那个明显就，他那个明显就没劲儿嘛。杂狗，见过点是无子弹的狗杂吗？哎呀，跑圈成为难题了。这十几个人了。赶紧找个小房子回去，赶紧去。要想吃鸡，必须要进房子。进房子也能杀人，但是在野外一定是。
来，就在这儿了。橙子哥哥不抽烟，对喽。橙子不抽烟，不喝酒。对女人也无欲望。我只对粉丝有欲望。这么安静？我看这个圈，我操，这个圈是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就是树林圈，你知道吧？对单人四排的非常不利。其实这种防区圈还好，可惜。剩的人有点多，你知道吧？剩两队，他们打起来，我直接劝架。就是这个树林圈嘛，fuck。后面一个，可以回来，回来。那没事，不用回来了。哼，那没事，不用回来了。他说。一标位置，一标位置，你这边焦点了。七名敌人啊，六名敌人了。
法力要打满，圈圈，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啊？打的公屏上，兄弟们，老粉丝都知道啊，行，我就不代替了，两个字，是什么玩意儿来着？赶紧他们打起来，两败俱伤，我直接吃鸡，要是死对，对，多击倒，别死。 我操，有点难了，冲过来就可以了，冲过来就比较简单了。 这下拿下，单人四排，16杀4级，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这一波喷的牛不牛逼？一个小顺喷，关注发来我是10个奖品，感谢各位，我们是冠军。 待会想免费估价的，可以加屏片微信啊！我晚上帮你免费估价，春晚最后加收号，还有一些百元的现金，反正你们加屏片微信就对了啊！家暴屏片微信，然后领奖加屏片王，还有一些成品吃鸡号啊，什么皮肤的、绝版的都有 ，CDK 也都有啊，兄弟们，家暴我啊！没有礼物，但是照顾照顾生意还是可以的吧，兄弟们。 Nobody gon' see none, bring out the booze. Baby girl, stop front,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And I ain't gotta go to work no more. Fuck that place, fuck my boss. I'm about to ball, care what it costs, I'm going hard. I need some life, it's way too dark. Oh yeah, I'm going in. And now I'm with my friends. Let the party begin. Turn all the lights on.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re going high.
up in her eyes, cold and red in there. This must be her soul, dancing like nobody else in hell. Sexy and she wanna be and she has the next fuck. 刚才好像是四杀吧，今天没怎么没有遇到开外挂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最大的人体外挂，外挂都被我杀了。啊！喷怒我！完了，快跑！没头没甲，我操！电雷啊！优势。啊。因为他是死角，你知道吧？我位置好，他是个死角。他拔雷我不怕，为什么？因为我能躲，而我拔雷他就会怕，因为他不能躲，他是离角，所以说他一定要出来，然后我们这个雷不扔，我们可以再一枪的优势，这一枪直接把他打残了，而准一点的话直接把他干了，知不知道？
啊，真有这么湿滑吗？直接一喷五，一杀变六杀，一喷一个，真有这么湿滑吗？这比这比 DBS 还湿滑哇，这也太滑了，滑得很呢、啊！咔嗒，哇，这也太牛了！我的发，这熟练度10000000，你知道吗？太爽了！这五个人一喷一个，就我跟你讲，就任何一个人开个挂，开个10000一天的都没有我这个这么帅，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就开个治苗，你开个透视，你哪怕你开个穿墙，都没有我这炫酷。不接受反驳，好吗？就这波操作，能不能买个背心儿，兄弟们？就能不能？就这波操作，能不能买个背心儿？加屏幕还是微信，买个背心儿，30块钱两件。非常方便，能不能给我走个单儿？一天都没有一个单儿，能不能走个单子？能不能走个单？那也可以买什么？加平面微信啊，朋友圈全是，挑一个。走个单儿，就我感觉我们这个店啊，就我进货的时候感觉这个利润压的属于最低了，知道吧？最低了。小六可以刷起来啊！哎，今天吃了5-6把鸡了，我操！败了的，那当然是败了，不排队友了，不排队友了，当然是排干两把，都怪他，他干什么呀他？他不下车，他绝对死不了。我跟你讲，我也倒不了。哥开成这样咋了？我倒着车，我是规避伤害嘛。我把这个车撤过来，咋了？怎么之后没事吗？他不下车有事吗？跟我有什么关系？驾校黑名单成员，哈哈哈哈。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只有一队四个人，他们要来打我了。他看到我一个就过来了，是吧？本来不想挑战他们，欠收拾。哥们儿耳朵有点不好啊，小杰哥哥。这就完成，意味是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伟大的神。哎呦，这个人还有这个柏林上衣呢。真有钱。这一件衣服1000块钱呢，兄弟们。我们不是外挂，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挂，组织不是挂就对了。那闭眼也不是喷掷狗。空投来了，直接奔往空投。大家想提高游戏的帧数的，兄弟们，优化游戏求生，放大脚步，还有这个铜管的画质的啊，兄弟们，加平面微信，一条龙服，永久质保，非常安全。现在不用排队，赶紧的，现在这属于这个点儿，属于这个人的这个低峰期啊，晚上人多需要排队的。现在不需要排，给你们安排，兄弟们，加屏幕下边微信啊，可以提高二左右的帧数。无论是什么设备，都需要去优化一下，绝对是有好处没坏处的。我操！你他妈还想跑？
不是你不会你想跑吧？想跑？你想什么呢？你跑一个，你试试。哎，喷子有点马呀，今天喷子。干嘛呀？哎，哎，我大哥说话了，必须安排呀！直接我晚上我给你整一整。你现在找助理，直接就说你是6400，你截个图过去，要不有人冒充你，他现在就给你安排。我好大哥，必须安排呀！你有电脑的时候，你直接找我就行了，找我也可以，我晚上可以给你整，然后助理就现在就可以给你整。老哥，但你要带你那个截图，万一那个有人冒领你就完蛋了。肯定是一喷一去啊，必须一喷一去啊，不一喷一去浑身难受啊，家人们。学员说必须要一喷一去。今天不 OK OK， 到时候你就直接微信我就完事了，给你咔咔咔咔，5分钟就给你搞定，非常好用。网吧也可以调啊，网吧的话，这个直接收你做徒弟，全部都教你，你以后还能去创个业啥的。隔壁呢？好像把自己队友炸倒了，直接完成一喷四全死，直接完成八杀，落地喷四个，这边喷四个，正好八杀对吧？不对吧？哎，不遇对的啊！等一下，为什么不是遇对的？
对，因为我刚才空投还杀了一个，对吧？人不对。不过问题不大。怎么翻出去的？刚才外边不还有一个吗？他怎么不过来呀？他怎么不冲我呀？你这样的话，我也不敢下去了，我都不敢再开我车了。等下去吧，他应该就不那啥了，不在旁边。算了，这车我不开了，不行，这车我得开。应该不会被他阴吧？快跑喽！我溜了溜了，兄弟们。他在山上呢，世界完成一盆赛，就是什么的帅啊！完成单人四排十二杀，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啊，兄弟们，大家公屏上，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那玩意儿、啊，帅不帅？帅不帅？你就说吧。够不够帅，兄弟们？看着有没有感觉，我的宝。
我们是牡蛎是什么意思？单透就可以乱杀，我操！我跟你讲，我要是有个透视的话，真的，这些人就是怎么说的，连家门口都出不来。只可惜是这个没有。以后真的就如果要是这个允许我开外挂的话，真的我真要给你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挂，真的。就如果到时候这个允许，你知道吧，都大家都允许开挂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有多恐怖了。现在真的是没开，AWM 没有放过呢，确实一枪未开 AWM 不需要啊，还有八个敌人，就八个了，实话这把人有点少啊，这把人有点少啊，七倒了一个就剩七个，以前也没开呀。就我，你要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开，以前开了，那现在没开都这么猛，就你，那以前开了说不定没有现在猛，你说对吧？那还是没开，就不需要开，你懂不懂啊？哒哒哒。雪滴子妹妹，干嘛呢？最近怎么不陪撑纸哥哥的？想死你了，搞对象了吧？车被干爆了，没车了。十二个烟应该是够了。原来我就说这个剩下的人有点少吧，都现在就属于空档期了，这个圈就根本不该存在了。
哎呦，你看这个圈，兄弟们，快看快看！哎呦，哎呦，对我这么好呢，这直接这个大喜圈的 F8 开起来了，什么卦？我们是什么卦？我们是西圈卦。这边大炮在开枪打人，杀了一个，过去看看。这个坡架呢不行，我们还得这个，我们只能守着这个大房子才有一线生机。当危险来临时，在小房子里面是绝对没有操作空间的，知道吧？一个火，一个烟，一个雷，我们就完蛋了。但是这种大房子我们可以无限躲。有房间有很多拐角，很多小房间可以操作，所以说不要出去就行了。毕竟我们是一个人，始终还是对他们单人四排的，对这个四排的还是那啥，有点害怕。虽然我们可以杀他们，但是呢，他们如果要是说这个在我们位置不好的时候来打我们，其实还是很恐怖的哈。也就是说，一打四并没有那么简单，位置也是很关键。还有六个敌人，没事。我会吸圈，吸吸吸吸吸就完事儿了。我操，还有个大狙，六个人，大狙击倒了一个，这边还有把妹控，15一个妹控，这边还有妹控 M24 大狙，还是大炮，六个人，1、2、3，还有三个人不知道位置，唉。不好打呀，这把。